很久没练习都会有点难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就是会有很多念头或什么的。那我们就是试试看，把专注先放其中一个东西上面。以前我是带你们上呼吸嘛，所以你可以用呼吸，观察呼吸的速度，或者是放慢呼吸的速度。你也可以就是专注在感受上，比如说皮肤的感受，眼睛闭着的时候，你感受你的皮肤也可以，然后感受声音也可以，但是不要被带走哦，不要分你要心他选们，一项还就是是全部？选一项就好了。对，好。因为如果什么都专心的话，也是容易分心，也是容易跑掉，所以选一个。然后，当你分心的时候，你就再拉回来，停留在那个重点上。就好。是我们中间有可能会还是会分心，但是就是没有关系，再拉回来，重新开始就好了。我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是我这次有感觉到很多，身体的感觉。啊，然后有感受到自己其实还是蛮重要哦，的。对啊。很好，谢谢你。耶、我都很努 yeah. 力去爱别人，但是有你爱我，还陪我做这个，感受到。这样很好啊，是你陪我练习，我也是觉得感。哇，好久没有进行了。然后这一次，因为10。